称重的地方，我不去。这里边好冷。称重的。先看看每个人都重吗？我三十。重力感应门，看到没有？175千克，175千克。哦，好大胖，175千克这么胖。上去对吧？啊，对，175，因为是那个谁。你下去，让他到那个公园。175。他是不是太冷？我等会儿，我稍微点脚点一下就行了。72、73。马上。七十八，轻一点，哎，75。